Hello guys， 欢迎来到田山的频道，我是你的田山。这次我又看到我们的补给箱出现了一把Q33 的第四种造型大家如果看到的话，Q33 有前面有几种造型，像是我们的圣诞菊啊，然后红色警戒啊，到我们现在原本一般版的那种是一般版的 Q33， 以及我们这次的亡命处决亡命处决 Q33， 你不觉得它的外表跟其他的那个 Q33 完全是不一样的吗？比如前面可能像 Q33， 它们前面是细枝长长的，然后亡命的话，它就是有点是哪种枪？有点像这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有点就是那个枪管的感觉，就是整个往前延伸，然后整体上有点类似，但是尾巴呢？尾巴你不觉得又长得很像我们的 ATK-5 里面那个一个 merge 下来的感觉，所以整体上面它就有点像是其他枪支，然后有个混合型的一个 feel， 然后加下肢的部分，你看它的弹夹跟这把就很像，跟这把就是 Locus 很像。握把的地方就蛮独特，就还是自己的握把这就是我目前所看到的感觉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不知道怎么讲，它就是有各种其他的枪支的一个小小的特征出现在这把枪上面。所以田山今天呢，就想要出这一把。而且他后面还有个 Tip 25，他 Tip 25也是不一样，对，他们前面那个开头的那个什么枪头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这次我就来抽一下，看我能不能在，因为他一抽要1080呢，你还记得我们前面几次我抽那个蔷薇刺客的时候吗？好啦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这次应该没有那么水小，我待会就是抽完之后就跳出去，因为我上次没有跳出去嘛，所以没有想到那么漂亮。我这次抽一次就跳出去，好不好 ？OK， 希望我一次就死超重。然后抽完的时候，我待会去打一下那个快配然后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开镜的感觉。OK， 那我们就第一次个实抽1080啊，铁山都下去了，好不好 ？Go go go！ 希望第一个实抽就可以让我中哦，看来我是手雷，再来就是神光弹。我刚还以为就那么顺利的吃车都拿到了好啦，我的这个是那个火箭筒，好吧，没关系 ，OK， 我先确定，好，跳出去，回到首页，再回到商店，点击它，再来实抽，这是我第二次抽了，来吧，吃手，都没有吗？有一个人间一希望又是没有。我感觉应该会要来了，第三次实抽，是有点小痛啊，可以吗？没有，不会吧？麦闹啦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你女角不给我就算了，一把枪而已，第四次抽。这把一还是没有。好了，第五十抽，可以吧？好像有点心痛，真的心很痛。可以吧？该中了吧？还是没中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已经有点郁闷了。这次50抽嘞，我已经50抽了，还是中不到这一把，好吧，那应该就是我最后一抽，最后一次，不能再抽了。待会到时候上面出镜的转盘，我又想抽买怎么办？好啦，最后一抽，如果没抽动，那铁三者认，好不好 ？OK， 希望我们可以中。OK， 最后一次喽，各位观众，7.5%几率，这么难吗？这把枪有这么难吗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来吧，给我听到声音，拜托 ，please， 都没有吗？看，真都没有。好吧，我就是那么的可怜呀。好啦，我这也是帮大家实抽一下这个枪支的几率了。基本上，田山基本上就是把我的 CP 直接砸水给你们。
大家看。好，60抽，上次那个女角给我有80抽了，这支枪支我用了60抽。这个有了，这个有，我在第一前面的时候抽到这两个，已经微微开心了，好不好？微微开心。后面这两个啊，各位，我真的很想拿这一把，可是真的抽不到，因为我后面还要抽其他东西，所以就只能这样子。谢谢各位。好啦，我是你们甜蜘蛛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亡命处决哦，有60抽的几率。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会像我这样子，你看我就是一个非洲人嘛，所以你们可以还是可以试试看。如果你们真的有心想要拿到这把 Q33 的话，因为我刚刚讲到了 Q33 的造型总共有四个，一个是我刚刚前面有讲的，王明常常会拿那把哈圣诞橘，然后黑龙军曾经拿过的红色狙击，就是红色警戒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般我们枪支的一个皮肤，然后最后一面就是这一把哈，最后面就是这一把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。我是你们铁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我是你们。